嗨，有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贾静雯。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好像大家都会去关注的议题了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居住的地球。就是你看到这些议题，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离自己很远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其实它在我们生活周遭，其实随时都在发生。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疼，你没有办法去制止或者是改变什么，因为那是一种习惯的养成。那我现在很开心是看到身边所有团队的朋友，大家自己会带环保杯、带吸管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有这个很好的习惯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，我觉得如果从我眼前的看到这个现在的大环境，第一个我真的会觉得应该要减少使用塑胶袋，那个是我切身的感受，因为包括我们上一辈都会自己可能去买一些塑胶袋来包东西，所以如果我是总统，我可能会从这一部分的制定开始。让地球美好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前提，就大家一定要有爱，要有和平。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对立也好，很多的恐惧也好，都把原始的那个彼此关心跟关爱的那部分，慢慢好像都变得掩埋下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唯有那个爱的连结，才会让地球变得更美好，你才会有更多的那个爱心，再去关怀更多的事情。